这部彩色纪录片是1978年一位英国记者获准进入中国某部军营拍摄的，他记录了当年人民解放军的基本形象。身穿的确良军装的士兵正在训练射击、刺杀和投弹，这些内容是当时中国陆军最基本的训练科目。训练场旁边的菜地和鸡舍一派兴旺景象，官兵们发挥自力更生的精神进行自我保障。当然，敏感的英国记者还注意到了军营里最具时代特色的一笔，墙壁上写着准备打仗的标语，这是当时在中国任何一座军营都能看到的宣传口号。这支人民军队时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彻底消灭一切胆敢侵犯之敌。然而，时隔不久，英国记者所拍摄下来的中国军队就要发生转变了。伴随1978年冬天在北京召开的党的11届三中全会，这些时刻准备打仗的中国军人将迈上崭新的里程，面临另一种全新的挑战。1979年的这次蛇口大爆破，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开始起步，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政府第一次允许在沿海一定区域内直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蛇口大爆破所产生的冲击波是非同寻常的。位于这次冲击波最近距离的是驻守南海前哨的某部八连。1952年9月，八连官兵进驻于澳门近一水之隔的广东珠海大横琴岛。面对敌特的挑衅和糖衣炮弹的进攻，全连官兵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保持了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政治本色，成为御敌防腐的钢铁堡垒。1964年，八连被国防部命名为南海前哨钢八连。然而，当历史荣誉传到八连新一代人手中时，珠海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外部世界的变化对军营的冲击是巨大的，坚如磐石的哨位变成了开放口岸，昔日的假想敌成了投资商，外商的工厂一直开到了连队营区的旁边。更让八连官兵始料不及的是，这年春节，一位澳门投资商要回家过年，便和开发区领导一起找到八连党支部，希望官兵们能在节假期间帮忙照看工厂，并拿出10000元澳币作为奖金。面对投资商的要求，官兵们议论纷纷，过去为伟大祖国站岗，现在难道要为资本家站岗吗？八连党支部必须回答好这一问题。当年啊，同样驻守在经济特区的还有红色前哨连、鼓浪屿好八连等一批英雄连队。特别是1984年，党中央决定开放沿海沿边城市，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之后，过去的边防前哨许多成了开放口岸和边贸点。这一些新情况引发了许多新问题，而核心的问题就是人民军队究竟以什么样的姿态来看待改革开放，进而支持改革开放。
军队与使命共生，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总是根据党的任务而不断深化发展的。伴随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人民军队的建设与使命也必然要迈上新的里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硬着头皮也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军队要服从经济建设大局，要在这个大局下行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在大局下行动，首先成为了全军部队迈上新里程的一致步伐。1981年的春节前夕，南海前哨刚八连党支部做出了一个决议，他们把连队的巡逻路线延长到外商投资的工厂，同时把10000元奖金如数退回。八连党支部对官兵们说，改革开放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我们这是在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站岗。当我们把今天的深圳经济特区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这些老照片叠合在一起时，人们或许会体会到当年改革者们的创业之难。在特区建设刚刚起步的时候，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哪里去找这么一支能够承担如此大规模建设任务又能吃苦的这样一个建设队伍。那个时候条件很差，也没有什么钱。1980年，人民解放军抽调工程部队20000余人开赴深圳，在一片荒滩上完成了市政府大楼、电子大厦等160多项基建工程，为深圳经济特区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在厦门经济特区，为了支持当地政府的对外开放，驻守部队奉命撤出洒下多年汗水建设起来的营区，告别了这片风景。今天在中国沿海沿边地带，不仅开放了130多个国家级口岸，还建起了数以千计的边境贸易点。面对迅速繁华、迅速富裕的外部世界，面对山下数票子、山上手卡子的巨大反差，全军官兵以亏了我一人，幸福千万家的实际行动，做出了时代的回答。今天这里已成为天津市的一个旅游景点，它还是一项造福人民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历史见证。上世纪70年代末，天津市遭遇50年以来最严重的水荒，百姓日常生活用水无法保障，自来水管中流出的饮用水也是苦涩的咸水。为了引来滦河水解决天津的用水难题，1980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引滦入京工程正式开工。中央军委下令，由北京军区某师和铁道兵某师承担最艰巨的隧洞施工任务，开凿一条引水隧洞，穿越河北省迁西县的井中山。在当时来讲，在我们国内，这是最长的一个引水隧道，准确的讲就是9.69公里。如果按照当时的这个施工的装备和技术水平，就是两头要打的话，掘进开挖，那么需要10年左右。这个呢，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长隧断打。这隧道长的，但是呢，我来断打。怎么断打呢？把隧道呢分成了很多的段落。1980年11月，冒着天寒地冻，
井中山隧洞工程全面展开施工，铁道兵官兵与冰水搏斗，向顽石开战，共打眼放炮近100多万个，穿越断层破碎带350多个。时至今日，原铁八师师长景春阳对当年发生的一个故事依然记忆犹新。有一个副排长，83年的春节，他家里边都给他订了婚，他30号就走，29这晚上他就进洞，结果的话呢，就在29的晚上，在他这个隧道的施工的过程中啊，又塌房，结果就把他砸死了，踢死了。经过2年的艰苦奋战，井中山隧洞于1983年7月胜利贯通，确保了引滦入津工程比原定工期提前2年竣工。清凉的滦河水，包含着子弟兵的赤子之情，流入了千家万户。而在天津人民专门修建的这座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上，镌刻着在工程中献出生命的17位官兵的名字，铭记着人民军队在新时期的丰功伟绩。然而，当时却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以鲜血和生命凿通引水隧洞的施工大军中，那支铁道兵部队即将被撤销番号。那些转战南北立志献身国防的铁道兵将要脱下那身他们钟爱的绿军装，这是数十万铁道兵指战员理智和情感都难以接受的一次艰难抉择。然而，这又是一次党的重大决策，是人民军队迈上质量建军新里程的必然之举。1985年5月23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在这期间，军委主席邓小平系统阐明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军队建设全局的设想。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宣布军队裁减员额100万，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百万大裁军正式拉开了序幕。但是要在2-3年内完成裁军100万的任务，困难可想而知，部队的合并，百万官兵的进退去留，都并非易事啊。所以小平同志曾经说啊，我们下这样的决心，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全军各部队服从大局，叫撤就撤，叫并就并，指战员们叫走就走，叫留就留，表现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过硬作风。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昆明军区时，尽管许多官兵在感情上并不十分情愿，但在执行裁撤命令时却毫不含糊。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张之秀将军坚定地表态，部队不是我们哪个人的，是党领导的，党的部队，我们是党的人，应该服从党的需要。在此之前，基建工程兵脱离军队建制，铁道兵集体转业，并入国家铁道部。曾经功勋卓著的两支英雄部队，在80年代前期的百万裁军中，相继离开了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从那时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0多年。然而，在当年铁道兵机关大院里，
每一个清晨依然是伴随铁道兵之歌开始的。过去我们唱这首歌，风餐露宿，披荆斩棘，到没有铁路的地方修铁路，到那些被文明所遗忘的地方去耕耘文明之花。现在我们唱这首歌，继承和发扬铁道兵的优良传统，在改革中担先锋，在建设中当创将，在政治工作中当模范，它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正是有了这种在大局面前甘愿牺牲局部利益，不计个人得失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观念，百万军中儿女用他们对党的忠诚和默默奉献，为人民军队的质量建设之路铺就了一块块坚固的基石。1987年初，百万大裁军基本完成，人民解放军总员额由400多万降低到300万人。通过这次大裁军呢，我军的体制编制更趋合理，官兵的比例呢达到了1:3.3。那么呢，我们又组建了集团军，更新了装备，那么我军的精兵合成程度更加提高了一步，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另一标志，就是恢复并实行新的军衔制。然而正是在酝酿和恢复军衔制的过程中，一批老将军老同志为了推动军队干部队伍实现年轻化，以不任亲职、不受军衔、不穿军装的高风亮节，带头树立了听党指挥的光辉楷模。每个人来讲都要听党的安排，好多同志在战场上好多年都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如果我们现在还是活着的，那么你就为什么不去逼一逼那个牺牲的同志？如果共产党人只能够为党工作，不管工作高和低，都应该要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才能。当年身为全军恢复军衔办公室主任的贾若愚将军，在完成了恢复军衔制的论证与相关制度建设以后，便率先垂范，悄然隐退了。战功卓著的开国上将、原军事学院院长萧克也是如此，是他率领访问团出国考察世界军事教育后，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在军事学院基础上建立国防大学的建议。而当国防大学筹建完毕后，萧克推荐比自己年轻的张震担任国防大学的校长，他自己主动辞职，退出了为之奋斗一生的军事教育岗位。听党指挥，服从大局，经过百万裁军和调整编制体制的人民军队阔步走上了质量建军的新里程，以精兵合成高效为目标，人民解放军朝着机构精干、指挥灵活、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方向迈进，实现着由庞大向强大的飞跃。十年新里程，十年强军路。1977年八月，邓小平在再一次复出不久，就明确提出，要花费几年时间，把军队政治机关的地位和作用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随后，他又强调，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1981年六月，邓小平就任军委主席不久，在全面恢复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同时，
集中抓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建设。他多次强调，制度问题是带根本性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85年6月，中央军委在做出百万大裁军重大决策的同时，就开始运筹一部关系到新时期军队建设政治方向的关键性文件，并且在第二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得到通过。这就是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它明确规定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经历了风雨沧桑，总结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1989年11月9日，在党的13届五中全会结束之际，即将离任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对军队的高级将领们郑重嘱托：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这是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对新时期人民军队性质做出的历史定位。1989年，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当东欧巨变的风暴向共产主义国家袭来的时候，中国的军队又将给出怎样的回答呢？